大家好，我是老肖。大家好，我是泡芙。各位热乎乎，好棒哦！终于车车回来了。没有错，终于车车回来了。我们这次回来两台哦。嗯。第一台就是跑很少的 S450，里程是1600。第二台就是黑色的 Alfa Romeo Giulia， 这台的里程也只有跑9700公里哦。好厉害哦！这次的赏车会，他们也会在现场哦。赏车会可以顺便来看他们哦。喜欢吗？赶快来找老肖。We'll be right back.